太小了啦。我要在这抓下面的。你要不要再？你要我跟你讲什么？对面顾哈。我至少会顾这两颗凤梨呀。好漂亮。来，妙妙小姐。好，我转过来，好痛，穿短裤很痛。对啊，谁叫你穿？牺牲了。你女儿嘞？她已经被刺到，她看你被刺到，她上去休息。虫虫的可怕，都宰完了嘛？对啊，那一颗很大，那个入口有一颗很大的，拿过来不行啊。有，对，太绿的，拿回去做酱凤梨。如果很酸的，你就炒菜用啊，炒木耳啊。真的了，你回去炒菜就好。更小颗的，你就插花。